中华职棒明天下午5点由统一狮跟拉米狗桃园队在桃园球场开打。统一狮呢派出了本土强投王敬明，而桃园则是日籍的左投郑田树。那么精彩的赛事，华视频道将为您全程转播。狮园三连战，战绩目前排名第一的桃园面对统一狮的挑战可要小心了，因为两队的胜差现在只有2场的距离。统一狮打桃园很有心得，拉米狗在主场输掉了4场比赛之中，其中有3场对手就是统一狮。这一次双方派出的先发投手，统一狮派出右投的王敬明，桃园则是左投的郑田树，两队战绩分别占据联盟的1、2名。虽然统一狮在系列赛当中暂时取得先机，不过全员主场的气势也不能小看。两队将在周日下午5点桃园国际球场准时开打，要看中华职棒经典赛事。职棒赛普斯，周日看华视。记者张维根、宋一章台北报道。